温都警察学院禁毒专业的高材，一个本来武大好强的土大人，这三年你们警察查到什么了？还是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害了你家国人？你要是再杀下去，你会死的。这是一个庞大的罪犯，有几万个网络。 将所有的毒贩都绳之以法。